割双眼皮差点失明，44岁的男子因为眼睑下垂、眼皮整形不满意，就再来一次，不断重复，因为感染引发眼脓疡，差点失明。他就诊的时候，右眼有明显的双眼皮，但是左眼眼球红肿，眼皮已经张不开。做了不满意，就一直反复做，反复做。那最后一次比较严重，是因为感染，他眼球因为后面发炎，眼球肌肉受到影响，就不能上下左右的转动。但是下一步就是失明，会有危险。电脑断层片当中看到左眼的后眼窝都是脓疡。后眼窝的后方就是脑部，恶化下去不止失明，还可能致命。医师说他重复动眼皮手术次数多到说不清，一再挨刀，因为心中有个目标。看我看一眼，把墨染红，眼手空枕。他的目标就是朱一龙卡姿兰大眼睛，迷人放电的双眼皮大眼睛，但是实在重复太多次，不宜再手术。医师说还好他就医早，治疗之后已经恢复视力，也提醒眼睑整形手术还是有风险，不是划一刀就能割双眼皮，眼皮也不宜一再重复开刀，整不成大眼睛还要常戴深黑墨镜，可就后悔莫及。 TBS 新闻黄国君、吴淑萍彰化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同时用手机下载 T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，等你哦。